挺多的，跟这边家里。反向思维这个比较难，就是咱们正常的在纸上画个画哈，比如画一个人的脑袋，咱们正常人都是从脑袋顶上往下这样画，但是我们这个是脑袋里想的是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去落笔的时候是从下巴颏往上走，所以这个有时候老是画一些传统的刻板的图案，大家慢慢就看厌了，所以这是我走出来一直想摸索的一个方向。实际上就是这个找继承人好多年以前就找过都不行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我们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一个是有一个基础，这是应该的哈。再一个就是主要是人得坐得住。现在怎么这个社会太浮躁了，很多年轻人真的坐不住。然后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精致，然后这种大个的也可以，因为它都是水晶的感觉。